传媒赞助，大会摄影，大会舞台设计顾问。你知唔知啊 ？Y&Y 已经成立咗50年噶啦。哇，咁犀利，咁就要庆祝下啦！哇，咁耐噶咯？我哋都结咗婚咁耐啦。个碌仲好靓仔，味道最好，又好好玩添。寓意牌感谢人人，温馨味道伴你50年。我哋年轻嘅时候都曾经渴望自由，好多时候都唔明白到底两代之间少咗啲乜嘢。比利家嘅味道，全新环保特纯装家姐清鸡汤。要真正体验瀑布，就要买尼加拉瓜瀑布观光套票，包括四大必看景点，首次套票仲可优先入场，唔使排队。六折优惠价，大人只系39.95元，小朋友27.95元，5岁以下免费，咁就可以完全体验到尼加拉瓜瀑布啦。和人头马一起庆祝。将您和朋友一起享受人头马时的照片寄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独一无二限量版人头马 VSOP 一瓶。比赛详情请浏览 wowone.tv 或者把照片电邮到 Remy Martin at selectwines.ca。嗨，大家好，欢迎回来，欢迎回来。看到了，我们多伦多警察局的华人联络主任陈楚标警官，今天是我们的一个嘉宾了，但今天的形象呢是有非常大的变化。对啊，是因为参加了这个活动啊，看了很像少林寺高僧。我标Sir的发型头型很好看啊，所以谢谢谢谢。我过去几年的做好像今年有点压力，好像一剃光之后，怪怪的。有吗？其实呢，标叔的这次也是参加我们这上周末举行的这个整个的社区警察与社区青年新的慈善活动，昨天晚上举行的。因为我们过去几年都在周末，还在露天外面，今年是第一次在室内，另外是我们坐下来吃饭，因为这种时间会长一点呢、大家可以多聊天啊，所以是第一次，那我可能要向部分。可能要招待不周的，请大家多多包涵。我刚才看的报纸上还专门有张图片啊，说是专门是你们剃头三个警官坐那剃头，而且说是每人交5块钱可以上去剃头，是吧？对，我们、详细的这个活动内容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主要是刚开始2005年开始是帮那个防癌协会冒款。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有癌症，他们要电疗的嘛，他们都把头发剃光了，剃光的，所以我们要感受他们的一样去捐款冒款来支持他们。那所以我们就每年都有这个剃头的活动。那到2008年呢，我们就华安社区，我们有8个服务机构呢，都需要我们关注啊，所以我们都开始要跟他们筹款的分支持，就钱是一部分，最重要是让大家知道他的服务，好像我们新移民服务啊，小孩子要特别照顾的服务啊，老人家啊，还是精神病啊，因为我们在那我来讲呢，他社区有什么问题，我这8个社区服务机构呢，我一个电话我就可以联系跟他们，都可以提供不同的服务，不管是他哪个年纪哪些问题，我们都可以提供的帮助，那比较是方便。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社区更警务的工作更了解，因为我们不单只是冒款，我们还要水上的安全啊，家居安全啊，还有交通安全啊，都让警察我们其他的同事来那边呢，让大家更知道警察到底这个基本的情况是什么。
这个加强了这个警方跟我们社区的整个的这个沟通跟联络啦。那么这次筹的善款油都会分配给八个社区机构来用作这个社区的这个服务的这个用途了哈。我想问问是这个多少个人把您这个投给我没有，我坐在那边我不知道人家就上来，哎你好你好，我就感到一下好像都不错吧，5-6个人上来了。哦，因为昨天我们的情况也很好啊。对，在我们30桌，因为地方我们是第一年，也不敢做的，不敢做的太大。那是30桌，当初我也怕，做不了满。后来是没位置给人坐。我有几个朋友打电话来，恭喜你，我买不了票。我说我也帮你不到，因为我自己也没位置坐。非常好。所以我要感谢大家的支持，这个是另外就是真的，昨天晚上有什么招待不周了，真的要原谅原谅。没问题了，这个也是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慈善活动，希望每年都会办得非常成功了。对。那么另外呢，彪叔这次来了，其实我们上周也预告过了，因为彪叔这次参与我们的整个的 G20 峰会的这个保安工作了，也是相当的那个辛苦了。那么今天给我们讲讲，其实这次在峰会期间呢，您主要是从事的哪方面的这个保安工作？讲讲这方面情况。我们一般这次峰会呢，我来讲，我就另外跟三个同事呢，我们叫 Mandarin Team 呢，我们就跟骑警合作在另外一线啊，来当那个基本的保安工作，还有人群的控制啊哈。那这问题就是，当然你这个其实峰会呢，可以比起以往的经验呢，我们是受伤人最小，不管是警察还是示威的。还是旁观的，我们这受伤的人数是最少。另外，整个峰会每一年的峰会财务破坏受损的，我们这次动员数是最少。所以呢，就是一般来讲，这个是好事。当然，我们要很多事情要去准备。可能有些人说啊，你们花这么多钱，可是这个是一定要的，是我们去防止。可能你不花这个钱，那个破坏的钱，那个财务呢，那个财务更厉害。那就是另外呢，就是问题是有一批人，他们专门来搞事的，所以就影响到我们那个和平示威的其他的人，要影响到他们的权利啊，因为我们是一个警察，我们需要是维持治安跟这个执法。当然，在人群控制的情况我们不一样，很多小事情呢，我们要留着下一步来行动，因为第一。好像我们看到你这个图片，对对，警方之前公布的一些照片呢，就是我们找到他们自己带来的武器，准备在示威期间跟我们警察对抗所用的。那另外呢，就是他们说，人家跳上不上消车，为什么你们不抓他？是因为我们要很小心。这个我只能把他照拍下来，我们一定会找到他。你要是当时就去采取行动呢，对他有危险。对我们警察要有危险，机会大很多，我们就所以呢，我们要考虑很多因素。那你要可能把整个事件呢更扩大，弄得更糟糕。所以呢，我们要考虑当时每一个小节，所以要处理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我们看到路上有人抢劫，我们马上把他抓了，那个是另外是在这个情况人群控制呢是两回事。所以呢，希望呢这有些人不明白的话，他们就可能要误解。这都是他们自己做的这些武器。对了，这是他们都自己准备来示威的。那我们呢？现在呢，都希望呢，透过找这些可疑人，这些呢都是他们的疑犯，所谓的这个蒙面的嫌疑人。他们星期六在破坏呀，那砸人家的玻璃啊。这是我们最可惜，就是他们都。对其他旁观的人都有影响啊，好像突然间那砸了玻璃啊，那很多我知道有些人还在那边上班，这时候我们感到遗憾的。所以目前警方也在追捕这些疑犯啊，或者分子，也希望这个我们大家看到电视机前的朋友呢，能够提供相关的线索，如果有这方面的线索啊，可以打电话警方了哈。好了，非常谢谢郑志彪警官。那么以后的时间呢，也给我们介绍更多的警务方面的这个资讯带给我们了。也希望呢，我们民众呢，跟我们警方的更多来配合。好了，马上时间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回来再见。